上午的2:14，社长正在狮子林三楼金钻石大客厅。现在是客人客串时间，3点才有歌星唱歌。金钻石大客厅便宜，泡个茶100块，场地又大，舞池又大，人又那么多。然后呢，有一组乐队，你没看到？4人组大乐队。乐队奏得非常不错，有吉他又有贝斯，还不错。别有那种眼光看我，我心里有奢侈梦，爱情本是有人和你家里走，有人说开花结果，那是有梦寐以求，无奈何你和我今生无缘来相遇。结果他是我梦寐以求。